这是青豆卡西，我是青豆啊。冬末初春呢，是我们茶花的花期，很多朋友都等它爆棚啊。但是呢，也有朋友说啊，茶花真的不好养，现在连花苞都没看到多少，而且还是老是黄叶掉叶，尤其是北方的朋友，自己养的茶花开花小。就是那种花苞啊，没长就掉了，那是为什么呢？其实啊，这和土壤啊有很大的关系啊。茶花呢是喜欢那种酸性土壤的，如果我们这个土壤中偏碱的话，就很容易出现这种黄叶掉叶或者落蕾等情况。所以平时我们在养护的时候，土壤的这个酸碱度调整是很重要的。平时我们浇水的时候呢，我们在水里啊可以放到一至两滴的石醋。或者是啊，我们给点硫酸亚铁啊，这个也是调节酸碱度的好东西。还有呢，就是之前啊，青豆和大家分享过的这个橘子水啊，一个月左右啊给一次就可以了。但是啊，这个使用频率不能太高，因为啊，硫酸亚铁呢是化肥啊，用多了就容易导致我们这个土壤板结了，不利于植物的生长。调节好我们土壤的这个酸碱度啊，就有利于茶花的生长，这样呢也能让它开出美美的花朵。今天关于茶花养护的一个小妙招介绍到这边就结束了，大家喜欢点击关注，每日更新，拜拜。